陈学冬加油。出去了吗，弟弟？出去了吗？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的吗？那样子。你为什么？哦，聪明。其实不用，不用助跑，聪明，不用助跑啊，起来进去就行了。对，难度就在于要加这个助跑嘛，要加，这样看着帅嘛。是这样，因为刚才东东刚才能做到，但不够帅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到我们这边了。飞哥看到陈学冬看到谁？看到了。我们这边首先要派出的是吴磊。OK， 吴磊，你也是被反锁在家里，你要救谁？涛哥吧，海涛来。吴磊，你这个一定要把屁股夹紧了啊，夹紧，然后你的膝盖想着撞自己下巴颏。就能钻过去了，我真的会撞到的，哥。啊，那你是不是因为你腿太长了？如果你不提膝，反正就过去了。开小灶了。对，飞哥，为什么刚才陈学冬表演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提示，一直在那？对，吴磊明显的偏心就是这样的，继续保持。好，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吴磊，快来救哥呀！我都饿了。哇！哇！哦，好帅啊！哥，我来陪你了。哇，像一道闪电！好帅！现在应该是吴磊进到里面以后，抱起他的哥飞出来了。厉害厉害厉害！